喂，你好，政治揭露。咁就上今都要想讲翻姚松炎嘅，上一次讲唔系好多，但谂起哇，我话姚松炎好大问题。喂，姚松炎真系支持紧一个人去戒票啊嘛，戒民主党啊嘛，系嘛？我唔记得咗个姓罗叫咩名啦，上一集已经讲咗啊。咁佢仲话姚松炎自己会落去东华。咁但系姚松炎呢个人就得到戴耀廷去撑啦，系嘛？企喺佢企喺戴耀廷隔篱啦，大家都觉得姚松炎好温和啦，你唔好咁闹佢啦。但原来你查翻喺宣誓事件嘅里边，旧年10月12号，第一个改誓词嘅人系姚松炎。姚松炎改嘅誓词，基本上佢可以话系加嗰啲嘢嘅内容唔系好敏感，但佢坚持要改誓词，跟住最后系被 DQ， 跟住就话佢系用温和嚟配衬咗尤慧贞嘅离谱啊嘛，尤慧贞 refucking Gina 啊嘛，系嘛？阿梁仲恒咁样咁啊嘛，系嘛？我都唔知点解佢要拿住本圣经咁样啊！完全冇人，即系佢点样讲，代表咗佢好唔尊重咯，唔尊重本圣经，唔尊重个基本法。但姚松炎帮佢哋开路，咁我闹姚松炎根本系鬼啦，因为喂以前黄毓民几激进都好，12年、08年或者长毛啦。他哋唔敢改誓词，就算喺旧年10月12号，长毛都唔敢改誓词。你姚松炎去改，你冇理由冇问过律师噶嘛？系咪啊？啲律师都话：喂，你咁样可能拒绝宣誓，喂，唔好冇工做啊！正常人会唔会咁样？喂，会冒个风险，会俾人 DQ 冇咗份工，跟住冇咗500万人工啊？姚松炎就咁做啦，我哋质疑尤慧贞，冇可能唔质疑姚松炎。但我质疑姚松炎嘅时候，有条友叫显田大王，我开你名，就话我话个都系鬼，仲有边个唔系鬼？嗱，你即系你开个咁样假名嚟挑我机，唔紧要，你正正经经挑我机都唔紧要，我答咗你。但是你我都可以话一句，你问我冇意思噶嘛？我都话自决港独，一个三四十岁嘅成年人，唔系小朋友会明白嗰样嘢系唔 work 噶嘛？你识身边嘅所有人，所谓支持自决嘅，全部唔会攞条命搏噶嘛？民主或者系独立。或者你要自决啦，要独立，是靠实力、靠拳头、靠你的武器、靠赤裸裸的暴力，不是斋噏攞翻嚟噶嘛？依几十年，泛民争取民主，可以话在老萧口中一无寸进，梗系一无寸进啦。因为香港人不会愿意付出血的代价。咁所以当年阿萧若元喺度闹泛民，所以要戒票。2011年系咁说服我哋泛民啊，受30年争取民主做唔成事，所以要戒票，或者要港独，或者要更激进。阿萧系开呢啲路噶嘛？但我会话一句，关泛民咩事啊？关司徒华咩事啊？其实80、90年代我哋嘅上一辈啊，即系其实我70年代出世啦。咁啊，80、90年代我仲系小朋友啦，我啲50、60后喺80、90年代，其实个个都唔会谂住想攞命搏，司徒华都唔会攞命搏啦。咁我可以怪佢咩咧？一个香港人，系嘛，系嘛，一个弹丸之地，同中国得一条河之隔。我系司徒华睇到个势，你哋都冇人想会血搏命噶啦。付出咩血的代价，坐喺度都傻啦，系咪啊？
咁咪保持一个手势去做咯，系咪啊？争取民主全无寸进，咁大家都唔会搏命噶嘛，梗系唔会寸进噶，咬到几多得几多咯，或者唔喐保住都好咯。其实我可以话一句，2005年或者2015年系可两次政改都全无寸进噶，原地踏步啫嘛。2010年民主党格衰格啦，咁但系原地踏步系好过通过政改嘛，因为每一次通过政改都会系会出现将民主更加退步噶嘛，系嘛，更加死噶嘛，啊，每一次都系咁嘅。冇啊，2010年通过咗政改，咪越嚟越衰咯。所以我觉得司徒华佢嘅策略系啱嘅。唔搞咩自決啊、港獨啊，唔好搞咁多無謂嘢啊！最緊要嘅係香港人嚇、啊、可以保住而家大約嘅生活條件就 OK 噶啦。但係你姚松炎唔好鬧佢，你哋依啲咩顯田大和唔知咩人，你過嚟話我何志剛為香港做過啲乜？跟住有網友應佢喂。我企出嚟指责参选指责黄毓民算唔算做过嘢啊？当萧友怀一个偷渡入境者，要扮可怜，又所有好多传媒话佢好可怜，话要送个入境，即系俾一个恩恤佢。咁跟住我话喂好离谱，唔可以俾偷渡入境者嚟香港。咁我企过出嚟咯。咁你顯田南華做過啲咩？冇㗎，你我喺度出嚟，我鬧呢啲嘅自決派，佢哋係鬼模鬼樣啊嘛！佢哋係明知自決港獨係做唔成㗎嘛，喺香港，而家喺有槍有炮嘅富爾德人，我都預計佢做唔成，因為佢被包圍。佢只会打，可能美国支持之下打多几年战争，但最后佢系亡国灭族。我话嘅，人哋有枪有炮都冇办法搞港独，搞自决，搞到自决咁点啊？俾人包围，俾人屠杀，加泰隆尼亚冇枪嘅，系嘛？西班牙俾个民主你，俾你赢到议会都好，唔会俾你有民主。欧洲会长期，如果佢独立到，欧洲会长期唔会俾巴塞隆尼亚咧，即系加泰隆尼亚咧入到欧盟，即系佢嘅工商地位会俾西班牙其他地方代替，佢会700多万人集体穷困，你等于南斯拉夫嗰啲塞尔维亚或者系波斯尼亚，欧盟唔会俾佢入去。费事惹麻烦，喂！如果你乌克兰，佢都唔会俾佢入去嘅欧盟，而家好精噶，咁咪全部军穷啦。香港人唔想付呢个代价啊嘛，血嘅代价或者经济代价或者穷咗少少嘅代价都唔肯啊嘛。你搞咩咧？但你姚松炎咪坚持要搞嘛，黐住啲自决派一齐去台湾噶嘛。跟住机场有人接送，搞下罗冠聪，但你喺隔篱噶嘛？咁点解啲蓝丝肯去机场搞你姚松炎呢？系因为你哋系鬼啊嘛？呢啲黑社会嘅蓝丝去捧你哋呢啲自决派啊嘛？等你哋有人同情啊嘛？想起个同情，唉，讲真，有啲真系要会俾你睇嘅，等一等。嗱，呢个专访咧就又系9月19号啦，俾后一日。又话审判在即，一个学者这样十浅公民抗命啊，跟住又影佢啦，噏好多嘢啦，系嘛？跟住又讲佢嗰阵时咩占中嗰啲嘢啦吓。其嗱，跟住咧系明刀明枪嘅，系明刀明枪。明刀明枪地将戴耀廷同埋梁天琦摆埋一齐，
用戴耀廷去漂白梁天琦，呢个系冇得拗噶。写埋篇文话系梁天琦系戴耀廷嘅伙伴咁样，咁跟住要你接受埋佢啦，暴动反你都要接受。咁跟住咯，最核突系呢张相啦，主场新闻着住拿住件囚衣出嚟，喊苦喊忽。最无耻嘅就系毛孟静喺度喊啊嘛！你见唔见到啊？嗰、那个维稳做得几狠啊！嗱，一边整个戴耀廷拿住件囚衣啊，睇多次啊，另一边戴耀廷拉件囚衣之后，毛孟静喺度喊苦喊忽，博同情，跟另一边要你接受梁天琦。呢个主场新闻做呢啲嘢啊，暴动反同埋戴耀廷捆绑销售，跟住十一游行用戴耀廷捆绑成扎自决，上一讲过啊，你睇睇讲过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戴耀廷捆绑刘小丽同埋姚松炎啊嘛。咁你哋系咪死嘅呢？人哋捆绑销售，你又要受啊？几万有廿三四万，我估两万到啊，两万人，你哋全部人哋逼你 sell 你，你又要啃咗佢，就要啃暴动反，啃自决派呢啲罪人喺议会宣誓唔正唔经，俾直口共产党攞咗个位。我望住，我觉得。那个政治销售的策略太真的太低，或者说太惯常了。一是就是说扮可怜喊苦喊忽要你同情。有人间什么林顺谦又说好不想坐监喊苦喊忽又什么什么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黄台阳又说我坐好多年，你个扑街53万黑金是碎眼还要大把。扮咩可怜呢？但就系咁咯，千篇一律，个个都扮可怜，一系就狗吹一啲做唔到嘅嘢，自决啦、港独啦、勇武。我话俾你听，暴动都系狗吹嘅啫。你哋边度够胆真真正正伤害差佬呢？系嘛，搞嗰啲人系最希望啲傻仔乱掟砖，掟伤个差佬系佢掟伤嘅咋。你搞啊，黄台阳，你够胆真做咩？我攞个卡板追住啲差佬打，你真系会打死个差佬咩？唔系，不过大家系癫，大家黐线，跟住你班傻仔做完啲黐线嘢之后，去踎去坐，跟住啦，系啊，仲有一单嘢就要讲嘅，有真系想讲嘅咧。就是黄之锋老豆写呢一篇文，父亲细说呢个黄之锋是怎样练成？我就系由抑或好似黄之锋读起啦，抑或好似黄之锋。如果你系黄之锋嘅父母，你系会系怎样一个人呢？有怎样嘅感受呢？黄之锋短短那20年起起跌跌的人生，还有他的个性。是怎样练成呢？黄之锋父亲黄伟明以往没有多说，看着儿子入狱后，他有感而发。哇，好 Q 肉麻！这个就是刘俊图，又说人人都是刘俊图被共产党斩，从《明报》这份 CY 报江派报纸，是吧？不清不楚关系的刘俊图写出嚟嘅歌，佢嘅流罗走狗写出嚟嘅歌颂黄之锋老豆嘅文章。黄之锋短短20年人生起起跌跌，扑街！黄之锋呢个人真系系咪咁特别呢？系夹硬捧出嚟咋？你哋班傻仔话佢叻啊，话佢劲咋？睇下下边啦，两父子啦，系嘛？整个样子出嚟啦，用个仔去 sell 个老豆啦，系嘛？嗱，跟住咯，
点样行销啊？我们在1989年6月3号影结婚相，71结婚，因为64我哋冇摆酒，剪印咗一个米色卡通通知亲友，将卡上写着国难当前，仪式从简。64屠城后，当香港有个突破新闻封锁行动，我和同事买了几本中国旅游特刊，内有大陆酒店、旅行社、商店传真号码，我们有理冇理将香港报纸 flash 上去。仲记得当年公司嘅 printer 好似雪柜咁大，我哋贴咗一张类似不自由无灵死嘅标语去，搞到个主管叫我唔好咁。吓，咁样叫民主公职啊？89年 flash 张嘢过去，即其实刘俊涛系夹硬喺黄伟明嘅身上挂一啲真系好无谓嘅嘢，就话佢真系好支持民主噶，嚟去用六四去包装阿黄伟明。咁其实你估我会问点解要咁包装佢呢？嗰个包装咪要参选咯。咁简单，即有阵时啲嘢，点解要做到咁赤裸裸呢？你用晒咁多媒体、主流新闻、众新闻去帮呢扎人，帮呢扎自决派去做包装，继续睇啊！我同那个年代好多香港人一样，都冇任何政治意识。大学没参加社运，但我对香港有感觉，我不会好肉麻话我爱香港。六四后有机会攞英澳洲 passport， 因为 IT 人，但我冇攞。六四后我决心留在香港，即系有得移民唔走、啊。喂，但系我按我理解，阿黄山你同梁美芬好 friend 噶、啊，我点知道你系咪90年代同梁美芬已经好熟好 friend 噶？同好多建制一齐啊，搵到钱爱祖国，点解要走呢？做个好蓝丝啊嘛！你话你唔走，我点知道你咩原因唔走啊？你爱国啊？爱中国？跟住我文章话啦，反映在王之峰这名字上，来自圣经诗篇。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你是纸上帝，王之锋呢嘅意思呢系要希望他成为上帝手中嘅利器，打败仇敌。他英文名字叫 Joshua。是圣经记载的约书亚，是承继摩西以色列的领袖，骁勇善战，在圣经中没有什么做过错事的人。我对他期望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去传福音，我初时没想过会是社会运动的使命。之锋这几年所做的是fulfill我对他的期望，他理直气壮。不过听唔听到啊？即系黄之锋做嘅嘢系佢阿嘥叫佢做嘅，所以黄之锋做嘅嘢其实就系你黄伟明做嘅。所以副代子参选就天公地道啦。黄之锋 fulfill 紧上我哋对佢期望系上帝嘅使命啊！我哋对佢望完成上帝使命，哦，原来呢个上帝使命就系要香港实行香港自决啦、啊。乜你望清耶话明、啊，我唔觉得呢个上帝有个使命叫黄之锋带你香港人搞独立，要血流成河、啊。咁啊系，圣经里面嘅约书亚系一个杀人王，佢系喺现代嘅标准嚟讲系实行种族屠杀嘅人。哦，原来你黄伟明是想我哋香港人血流成河，共产党可以消灭加南人咁样消灭啊？香港人啊，
唔好下下攞圣经嚟捧你自己个仔，话你个仔有上帝嘅使命啦，唔好咁无耻啦！你个仔要搞香港独立，搞香港自决，而家你真系话你认同佢要搞呢啲嘢，写呢啲文章嘅人，点解要咁样要残害香港呢？即系你而家就为咗你哋嘅政治嘅嘅背后嘅动机，歌颂黄之锋，为咗你政治嘅动机，跟住希望黄之锋嗰度佢嘅所谓 credit 转账俾佢老豆，跟住俾佢参选，跟住令到佢去得到一啲政治利益，跟住领导自决派个仔坐监就到老豆出嚟，呢啲系咩嚟噶？嗱，依啲相俾你睇，睇多次。见唔见到啊？黄伟明嗰啲系咪黐住梁美芬啊？黄伟明嗰啲系咪叫黐住周浩鼎啊？读多段俾大家听。黄伟明话：黄伟明近年也关注社会议题，是反对同性婚姻组织。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会的召集人，他在性别议题上面的态度非常鲜明，这可有影响黄之锋。他说父子二人在这方面价值观是否很不同，我未知他真正怎么想，他也没有怎样表态。当然他的党有态度，党是不是他一个人话事，某个程度上我不太接受得到，但我很体谅他的处境，希望阿天坐低嚟就说道理。我出来反对同性婚姻运动，都是因为人权同埋社会公义。咁即系又系喺度漂白包装，就话阿黄伟明虽然咧系咁黐啲蓝丝、黐啲梁美芬、黐啲周浩鼎，其实佢都系为人权同社会公义噶。不过对人权同社会公义有唔同嘅解释，所以黐共产党、黐梁美芬。有阵时啲嘢咧，已经去到歇斯底里地做政治工程。呢啲嘅媒体，无论系众新闻啦，无论系明立场新闻啦，或者明报啦，系嘛？你话俾你听，啲媒体俾共产党买晒，自称所谓泛民嘅咩苹果，话明报就可能去速统啦。咁但系所谓比较泛民啲，其实唔系噶啦，系嘛？其实就十分之蓝丝噶啦吓，明报。咁跟住呢啲所谓嘅咩独立媒体啊，冚唪唥喺度做 job 噶啦。我唔系讲假噶。而家摆到明，黄伟明要选九西，系嘛？跟住袁家卫捞唔住啦，啊咪大家都觉得好核突，点解要支持你呢？咁而家转咗啊，周庭。周庭去选呢个港岛，跟住加一个张秀贤，你众志要囊括晒三个补选嘅位置，但你班契弟系搞到香港系嘛乱七八糟啊！你哋宣誓乱嚟嘅罪人，但要我哋香港人咧就将啲位置送俾你。啱啱莫乃光讲话，咁、那个位系。龙冠聪嘅就要俾翻众志，喂大佬，佢俾人 DQ 系因为佢宣誓乱嚟啊嘛，咁佢愧对选民啊嘛，啊点解个位置一定要俾阿龙冠聪啊，同埋俾佢条女啊，咩嘢啊？但你莫乃光就好似疯咗咁样，傻咗咁样，因为你哋个金主冚唪唥都系唔系肥佬黎就共产党啊嘛。冚唪唥叫你让路啊嘛，你唔想得罪你啲选民啊嘛，咁你民主党你就要哑忍啦。问你去选东华个位，阿钟志或者系姚松炎呢啲人渣去戒你票益建制，跟住佢哋补选嘅时候，你哋又要褪位俾佢。你民主党点解要做到咁妹仔呢？咁 Q 暗春呢？咁贱格呢？咁大剂噶啦，我心里面会继续俾民主党机会，但系我又见到民主党呢种
对众志自决派好似妹仔咁样，心不甘情不愿去舐佢哋 pat pat。啊，有我民主党有啲契弟就可能唔系咁嘅，啊，不如许志峰咁样啦。许志峰系咪陪啊？啊，陈志全陪啊，朱海迪，仲有杨岳桥，四个扑街做直播喺英国。是吗？他根本很开心的嘛，还是吗？民主党后生一代不介意有什么是非对错的，是吗？大家都是正棍，我说你许智峰是正棍，你哪里有是非观念呢？是吗？黐住自决你都没什么问题，你怎会 A 一句呢？哦，很开心地过去。那跟住其他那些，哦，其他党友比众志啊，自决啲人恰啊嘛，东华俾人恰，我选区俾人恰，俾人戒票，咁你哋都系吓，真系喺度哑忍咯，系嘛，似唔似俾人强奸啊？哑忍啊，冇啊！香港政治系好核突，亦都好令人失望。好啦，今日系咁多啦。